你说那个，头晕呢？头晕呢？我看到那个石头啊，滚滚而下啊，石头啊滚滚而下，石头啊滚下来啊，石头滚下来，石头滚下来啊，滚下来，啊滚下来，哦，石头从山上滚下来，哦，这个是原来是有那个，这是由于，我们的那个。宇宙的，在我们那个太阳和地球的反方向啊，反方向那边宇宙里发射过来的阳光啊，它的阳光照到山体里边啊，照到了山体里边啊，照到山体里边，然后那个山体膨胀以后就往上滚了啊，滚了，石头往上滚了啊，往上滚了，往上滚了啊。现在，让那个另外一个宇宙里边的那个光线把它收回去，也不要发射到我们地球上来了啊、把它收回去啊、把它收回去啊、收回去以后呢，收回去以后呢，收回去以后，把它收回去啊、把它收回去以后呢，温度就降下来了，降下来。以后呢，时光倒流了啊、石头啊，就不会往下掉了，石头就不会往下掉了，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哦，知道了，哎，知道了，好哦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